喂，打中翻啦，后面喂。2019时代足球联赛正式接受报名，欢迎登入网站浏览详情或致电查询。欢迎收看时代足球总会德甲组联赛杯金客联对宝城朋友的蔡精华。咁啊，白色衫嘅咧就系金客联啦，而家顶咗个波出嚟打反击嘅就系佢哋啦，而蓝衫就系宝城朋友啦。睇下金客联呢球反击打成点啊！咁啊，快步走推到去右路。望望中間有隊友嘅，但係自己嚟啊，射波近柱位啊。咁啊，寶城佢有龍門咧，就褪開去中間咧，就防佢去傳中啦。咁但係佢咧就醒目啦，偷翻龍門嘅近柱位啊。咁啊，睇多次麥子俊嘅呢一球啦。咁其實成個反擊就係佢隊友頂咗個波出嚟啦，佢就自己大步推到上對方嘅禁區嗰度啦，已經。跟住望一望啦，見到龍門失咗位咧，就即刻射翻個近柱。咁龍門都知道，哎呀，賴嘢㗎啦。咁啊，想破翻前，但係都阻止唔到呢球啊。咁啊，呢場波咧就喺一個十分之大嘅雨勢之下進行啦。咁啊，兩隊都受到好多影響㗎。譬如睇翻全場，有啲譬如隔外球應該追到又追唔到啊。咁啊，行路又好似呢度咁樣，又跣咗一跣，又跌唔到個波咁樣啦。跟住去到呢度門前又咁樣又跣一跣啦。其實對雙方發揮都相當有影響㗎。咁啱啱門前失機嘅機會咧，其實係嚟自於金客聯嘅。咁啊，睇下寶城朋友呢邊啦。射埋去，食唔應個波啊，反而炒高咗，好似仲散到下自己添嘅。咁啊，呢場咧其實就係德甲組嘅聯賽杯啦。咁啊，聯賽杯咧一共咧就有八隊去打八強啦。咁啊，其中有一隊咧仲要係經歷過一個附加賽而進級嘅。咁啊，而家進級到四強嘅咧就係有深通聯啦。咁啊，講緊聯賽杯嘅資訊嘅時候，呢邊有球入波啦，一個直線好靚，傳到去右路就直接推入禁區裏面射啦。入波嘅咧就係寶城朋友嘅徐冠希啊。咁啊，而家率先進級嘅就係深通聯啦。咁啊，經歷咗呢場之後咧，就會知道係金客聯定係寶城朋友會進級噶啦。而家睇到而家咧都係雙方打成1-1嘅啫。咁啊，雨勢咧而家就收細咗啦。咁啊，金客聯咧有個傳球失誤就俾寶城朋友攔截到。跟住咧，仲要俾佢射入埋添，咁寶城朋友領先到2-1啦。咁啊，其實係好簡單嘅啫，咁啊，純粹係截到對手個波啦。咁啊，嗰陣時想回身追嘅時候咧，金客聯球員即刻就墊咗喺地下。都話呢場波咧，其實即係天氣咧係對兩隊發揮相都有影響嘅。咁頭先幫寶城朋友入波嘅就係黃志偉啊，呢個架球抌入嚟，
白衫撐到的，但是又仲在禁區裏面，俾翻三號仔又撐到禁區裏面，再射咁呢球就不能夠命中目標了。之後一個界外球啦，嚟自金學聯的，佢而家落後的一球咧，其實就要加大力度咁先可以睇可唔可以射馬噶啦。咁啊呢球直線傳入去禁區裏面，可惜就爭緊一步。之後呢度啦，寶成朋友回後再猜，分翻去左路。呢、這個時候咧，球證都吹完場啦，最後寶成朋友咧就2-1贏咗金客聯啦，就進級四強啊！2019時代足球聯賽兒童足球訓練班而家接受報名，歡迎大家登入我哋嘅網站或者瀏覽時代足球總會、時代足球學校 Facebook 了解詳情，或者可以致電 WhatsApp 601266655查詢。